今天又要来继续玩我们的生存啦、啊。那上一集呢，我们挖到了，不是找到了地狱门，并且我们点燃了地狱门。那其实我私下挖一点钻石哈，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钻石有39颗，我们就先来做个钻石装备呗。好，那我们剩下3颗钻石。不对，是15颗钻石。那我们就先来做个附魔台，附魔台，附。哦不，我们少了一个书本。那没关系，我们附魔台之后再做，我们就先前往地狱吧 ，Go Go。不对不对，我们在去之前，我们先把我们的东西准备好。毕竟嘛，我们去个地狱也是要有所准备的，要垫的东西呀、啊，什么都要有的。先挖个鹅卵石吧。哥哥，前往地狱。好的呢，那我们来到了玄武岩地形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干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我们其实可以去找别的地方。现在这边做个，哦不行，好的呢，那我们就在这里有很多龙岩西奶毛哈。先采个蘑菇好了，虽然说不知道可以干嘛。吸好了，吸好了。然后我们的目的要做什么啊？我们就来个，对，要个蘑菇。我们就去挖个东西呗。也太多了吧，这里也太多龙岩西奶毛了吧，跳太快了吧，我靠，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一颗星，一
可行。先吃肉，先吃肉。拜托补点血啊！快点快点，点血不点血，拜托拜托。这影片就到这里啦，那我们下一集呢，我们还是会前往地狱的，那只要一点时间，我们就先回到那边了，那这集就先这样咯，各位，拜拜。